人我是进得去看，但住院的病床就不让看了。这武昌殡仪馆这里面十袋，刚才我照给你们看了，现在又多了，刚才三个，现在我数一下啊，十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有八个。哎呀，这么多就这样，就那死了。这是几年？就昨天是吧？哎呦，这死人这么多，这是病房不让我进的，他在往这搬尸体呢，往这搬尸体。这里面有还有枕石，也有枕石。哎呦，这里面也有枕石。你家什么人呢？父亲。哎呦，我的父亲。哎呦，你把这个金箍在一个一毛的颜色，我的兄弟，完全知道的。完了，估计不上来了，已经没有生命特征了。不说了，叫了。没有生命特征了没？这个又完了，这个完了，这个又完了呀！这个又完了一个呀！又完那个，他儿子啊，又快死了一个，他儿子已经喘不过气来了，他儿子已经喘不过气来了。那个停，刚才三个，现在几分钟？五分钟吧，现在已经八个了，又来了一个，来两个。里面还有尸体吗？还有啊，这么多！哎呦，这家伙这也太多了呀，家伙！